JIANGLONG. Introducing first,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, standing 172 centimeters tall, age 25. His records, 41 fights, 32 wins. Fighting tonight represents Armenia. Ladies and gentlemen, ASHOT GHAZARYAN! 红方23岁的江龙，今天代表戴手拿拿出战，身高1米73，职业战绩23战拿下20胜。今年昆仑决开战以来，李江龙在昆仑决的擂台上6场连胜。接下来欢迎红方的选手昆仑过江龙李江龙。有请场上裁判杨瑞。 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在下张太海，欢迎各位收看昆仑决。今天的另外一位解说嘉宾是昆仑决75公斤级世界冠军郑昭玉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看的是昆仑决63公斤级超级战，是。那阿肖特来自亚美尼亚，23岁，25岁，两人年龄正好都能打到一块儿去，是的，身高差的也不多，对。 哎，江龙挺稳啊，这几拳不错啊。我们看到李江龙啊，过去在我们昆仑决擂台上已经创造了6连胜的这么一个记录。哎呦，又刚几个腿的质量很高啊。哇，不过这击腹也很重，非常好。哦，这个亚美尼亚这阿肖特啊，还没进入状态呢，已经挨到了几个比较重的打击了啊。但是刚刚呀，那李江龙之后有几个击腹拳打得很重，但是这个。 阿肖特就感觉没有任何关系一样。我在想他是硬挺呢，还是怎样啊？江龙这个后手拳打得也很深啊。江龙的这个动作质量非常的高，之后我们看到这个阿肖特现在的右臂啊已经红了。是。哇，前板拳不错啊，后直。嗯，江龙打的也是非常的。 轻松，对心态上也是比较放松的。现在刚开始啊，一上来这个三板斧啊，给阿肖特可是这气势给打没了啊！阿肖特还没有做太多的输出呢。我觉得李江龙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节奏放下来啊，要不然阿肖特就打出来了。对，阿肖特，我们从。 现在的比赛当中能看到啊，就是他比较有韧性，之后你前面不管是你的动作有多么的重，我都能给你给化掉。是。你看他不像是有的选手之后挨到重击之后啊，有明显的一个反应，或者说是，反应上啊或体力上有一个明显的下降，但是阿肖特还是始终像开场一样。我倒是想看一下阿肖特真正组织起来进攻是什么样子。 现在都是0敲碎打式的，我还现在老实说已经在还剩1分钟了啊！这第一局我还没看到阿肖特真正的实力。是的。哇，这玩一花活。但是啊，这个地扫也很重啊。但是阿肖特的这种步伐呀，还有就是他的这个。 这种控制的感觉有点像日式踢拳的那种感觉，但是你得有这个
这种有效的进攻。哇，一个飞机。10秒。哇。扫腿的质量，李江龙的扫腿质量还是可以啊！啊，这两个击鼓拳啊，我在现场就是乒乓作响啊。但是阿少特很奇怪啊，身上没什么反馈啊。做出离场。好 ，two, three, fight。好。哦，中早，中早。Stop, stop. Fight. 哇，纸上打下，非常的好。江龙的这个进攻的点也是比较多的。对，不像是说现在有一些年轻运动员啊，他照着一个点打，就是他的打击目标只有头部。那其实你的打击目标有头有躯干是吧？还有大腿都是可以进攻的。对规则允许，你可以打头部的正侧面、身体的正侧面、大腿、小腿的正侧面。是。江龙的这个后低扫又一个，连续的后低扫。连续的这个低扫，哎，这个感觉迪肖特这低扫很能扛嘛，对。哎，江龙也不也是有反应，连续的对低扫有反应了，现在。我看到啊，现在。哦，江龙的这个战术啊，惯用的非常的。飞机，对，裁判处理的也非常的得当，应该很及时啊，对，读秒了 ，6, 7, 8, OK， 来，哦，打不了了，比赛结束，恭喜江龙。哦，江龙那个小腿踢还是不错啊，他有大腿踢，有小腿踢，是的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是用小腿踢这样一个更加中国化的。文字嘛，我们现在一直讲文化自信啊，所以当有些动作的时候，大家翻译某一个音译的词汇，在后边加一个踢字，我一直觉得这个严重违背了这个，对吧？我们自己的使用习惯是小腿踢嘛，是的，这样也好，大家更好理解。哎，对，你的卡夫踢到底是踢大腿还是踢小腿？是，很多观众啊，他不练习他不知道。对，你看姜文又有大腿也有小腿的，对，哎，不错啊，真是不错。哦，不错。本场比赛经过裁定，红方选手在第二回合2分06秒。TKO 获胜 ，and a winner, the red corner, won by technical knockout. 有请颁奖嘉宾，昆仑决的创始人江华先生，综合格斗世界冠军王赛。
请江总和赛赛王赛把对把我们胜者的奖杯放在江龙的手中，祝贺获胜的选手，同时也非常的感谢两位选手共同的精彩。